相聚咪咕会盛典 It's Play，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3届音乐盛典咪咕会特别节目，下一站咪咕会。本期隆重登场的是你们的蔡徐坤。去年刚出道便凭借单曲《喂喂喂》夺得12届咪咕会年度十大金曲和年度最佳才能销量歌手两项人气大奖，满载而归。各位爱公们还记得舞台上跳舞的小葵和那片灿烂的金海吗？我们再来一起品品坤在2018咪咕会上的舞台吧。接下来今后我也会继续做好自己的原创音乐，带给你们更好的舞台。天气冷，注意保暖。今年即将登上第13届咪咕会舞台的坤坤，经过一年的历练变得更加成熟，在乐坛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成长和进步。希望坤永远是那个巴比龙里唱着自己来到这里一切归零单枪匹马出击的自信少年，未来可期。2019年12月14日第13届音乐盛典咪咕会还会重现那片金色海洋吗？